同学会健康，欢迎参加五期健康同学会。好，赶快欢迎我们今天来宾，首先欢迎到是保健室主任潘怀宗博士，潘老师好。大家好。好，欢迎到是知名作家司马中原，大家都好爱听他说故事，司马爷爷，欢迎您。谢谢，谢谢大家。值班营养师，欢迎到的是谢宜芳老师，欢迎您。大家好。好，同学代表首先欢迎到的是五年九班的资深医药记者洪苏晴，苏晴好。大家好。好，欢迎到的是四年七班的代表资深影剧记者麦若愚，麦麦好。安德君你好，大家好。好，欢迎到的是五年六班的代表是资深媒体人王瑞玲，瑞玲好。白健康。司马爷爷呢，真的是最会全台湾最会讲鬼故事的人了吧？对，好爱听他说故事哦。对，每次讲的就我们这样鸡皮疙瘩都起来，毛骨悚然，但是又爱听。对，对不对？但是大家看，这司马爷爷身体非常的硬了，其实他今年已经八十多了嘛，哈，八十多了，八十三岁了，八十三岁了，已经八十三岁了，但看起来身体还是不错。他有他独特的养生法哦，是。听说你每天都要健步走路走多长时间？我们平常说二十公里，日行万步，你要走多少？二十公里，二十公里，四万步左右，四万步了，日行四万步哦。对。司马爷爷身上有个计步器，他每天都带计步器。带在身上吗？还带着。那今天走多少了？已经47000多步了。啊，47000。那我觉得计步器在手上应该计步器会坏了，有些爆笑。爆掉。四万多。那这样，我每天早上按一下再开始走。哦，那应该是脚力很好。我们会走出他，赶不上他。对，我们走出司马爷爷，从台北走到树林这样的一个路程呢，20公里，哎，对，对，真的是蛮远的。对，那你的脚受得了吗？可以，我还怕关节还 OK。你看，我从文山区走到信义区，信义区走完了松山区，再走回来。哦，这样子哦，计程车、公车都赚不到他的钱呢。大众捷运系统都赚不到他的钱。哦，我们来再仔细介绍一下这个司马爷爷好了，好不好？哈，来，本名叫做吴延梅耶，是没听过，比较不熟悉哦。是吴延梅是谁？我们不知道，司马中原就知道了哈。江苏人，那么现年已经83岁了，高龄。那么很好玩的是，司马中原，司马爷爷他的笔名为什么叫司马中原呢？当时的人呢都会有一个想法，对不对？取自司马迁，以司马迁实笔跃马中原的意思，所以叫司马中原。都想要跃马中原了哈。是的，对不对？原来您的这个笔名是这样子来的。对，而且当初有一个使命感，对不对？对，应该是有一个使命感。因为司马迁本人的精神是我从小就佩服的人。偶像。为什么呢？他是一个特殊的历史学家。一般的历史是前朝亡掉了，是由后朝来写前朝。对，就比较自由啊。对，可是他是当代写当代。这个有压力。这个有压力。你写到汉高祖刘邦见了项羽就撂裤子，胆小如鼠。那个什么东西，他的后代一看，我的曾祖爷爷怎么被你写成这样？被写成这样。他写的那个吕太后害韩信了，用木刀。魏阳公把韩信杀掉，那么残忍。那个太后又妒忌，把那个戚妃养在那个坛子里边。对，猪圈坛子里边，把他手脚都剁掉，让他不死，活受原罪。那个汉武帝一看呐，不生气才怪。对啊，所以他真的很。尤其是当代，他对于大将军李广，他不平。那个李陵大书五书我们小时候都读过。他留在北海牧羊19年。他劝李陵回到汉武帝身边去，回去吧。李陵大夫书五的就说，这个不仁不义之君对待我家里那么残忍，现在我是兵败被俘啊，是你不援助我，我的兵打完了，箭射光了，我受伤不能动了，被人家俘虏，人家带入上宾，我为什么要回去？对，说真话。结果司马迁先生他的作品并不是当代出版的，对，他死以前把他孙子找来，这个你再放几代，100年以后
找个机会再出版。他99年以后他才出版呢。对，所以还是有所以史记当代的那个祸免免的祸害子孙啊。但是他的这个笔的确是刚劲而又有力的嘛。所以这个司马爷爷您就以这个司马迁作为这个榜样，希望能够为后世能够立一些这个书，对不对？立言、立德、立功之类的。对，所以取名叫司马公爵。但是呢，但是您被封为这鬼学大师，还有最老牌的鬼王哦，好，所以您的这个鬼故事信手拈来很多。刚刚前面讲司马迁都是正史哦，是啊，正史。结果这个话匣子一打开，你看好多故事都从你的脑袋里面跑出来了。而且他司马爷的名字还被收入牛津版的《世界名人录》。真的吗？对对，那你我也应该要效仿啊！想追个300年都追不上，效仿吧，要效仿啊！对，好，那您现在还有在讲课吗？讲座教授？我讲座我是讲。我现在改邪归正，改邪归正，不说鬼话，专说人话。我讲生命学，哦，生命学，讲文化学，嗯，讲历史学，啊，讲朱子悲家老庄孔孟跟现代的欧陆的科学，哦，现代科学，对，所以换句话说，这个。要跟着时代对，司马爷爷现在还忙碌得很呢。对呀，非常忙哎，还忙碌得很呢。好，那我们来看看您的这个陶与生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像我们的上一辈，很多爸爸妈妈或者爷爷们，他们都是在逃难当中度过他们的童年，或者是青少年，或者是啊成人时期。对，那么您说，您幼年时期的核心是逃啊？换句话说，在那个时候您就，那个年代领略很多战乱、饥渴、伤残跟死亡的年代，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您的童年究竟是怎么样？我跟着东北军，就是国军第57军，结果我就在57军跟那些东北汉子一起长大，是听到天南地北的故事。后来跟着这个抗战后期的国共战争当中呢，我们的部队里边的士兵，不是说啊你是苗栗人，我是云林人，大家都是一个地方的人。是是，他是每个省区都有的啊，五湖四海。我接触到新疆的、蒙古的、内蒙的、西藏的边远地区的人。那时候您才十几岁嘛，对不对？我十几岁啊，十几岁我就听了满肚子的全中国的各地不同的风俗的故事。对，因为部队是一个大熔炉，各省的人都有。对，然后口音都不一样，天南地北。为什么呢？尤其在战争当中，那个时候没有隔阂的，对，像现在的班长管兵啊，都没有感情啊。对，一个大大的战一下来啊，你一个连里边死掉还有一个排，那一个排的不成亲兄弟才怪呢。对，说的革命情感哦，那时候他是生死与共的人嘛。是是，对对。所以这样的背景，是。他每个人都恐惧明天看不到早上升起来的太阳啊。对，因为说不定呢，一个炮弹打下来就跟生离死别了嘛。所以他就活着的时候互相讲故事给别人听。希望我死掉，我的故事能够带到传下去。传承。那我，这个没有被打死，因为我的个头小，背弹面比较小。对，安全性比较高。子弹找不到你了，找不到我那个子弹。找不到啊！呼呼呼的，如果打在王贞治身上的话，就打不到我的头啊，太高啊。对，没错。所以，如果在战争的时候，这些故事你就把它收集起来了。我觉得我的面积比较大，所以我应该是最优先的那个年代，最广的，背单面比较广嘛。对对对，那我就赶快讲故事给潘老师听，对，至少我们的传奇能够流传下去，这样。就算有传奇的话，是，所以司马爷，所以换句话说，当时你看哈。司马爷说他的幼稚园就是台儿庄战场，这是我从死人堆里边悲壮的一件事啊！你爬出来以后，哦，见到万人大坟，那个坟呢，一眼就找出来了，不要找的，为什么落雪的时候别的地方都是白皑皑的嘛？就是那个坟呢，它是原来的样子，它的热气，尸体的热气向上面冒，雪都飘到两边去嘛。哦，
知道了，因为太多了，这倒是我们所以从来没有想，尤其庄稼长出来的时候，哪一出的庄稼长得又高又密，比如说豆田呐、豆子田呐、什么玉树薯田呐、那个玉树薯有三棵长得非常好，那个粒子很大的，那个结的果子，那个下面就有死人的尸体嘛。真的、有尸体的地方反而更肥沃，养分对啊，是肥沃，飞天粉嘛，是肥了啦，是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说鹿死鹿葬，在路上死了就在路边葬，对，沟死沟埋，你在沟里面死掉了，残两头给你埋起来就算了。当时八年抗战一定是这个情况，对不对？对，而且我们说八年抗战，其实在之前就已经东北被占据了，已经战乱，已经那个时候中国已经很乱了。好，那你也曾经被送上去出家，对不对？但是呢，结果呢不想去出家，因此咬下和尚四个戒疤以后就不用上学了。好，是这样子吗？不是，差一点出家吗？不是，不想出家，因为那个和尚是教中文的，他是教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六九情文之类的。他也教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他有戒方，那个就是方方的木头的，那个大戒方是打大学生的，这样子啊，中的是打中学生，中学生，小的是打我们这小学生的。生我一看到戒方，我心里就很讨厌，哦，然后我就。他老是当我们面打那些人呐、打得红红肿肿的哈，我就对体罚很不高兴，所以我就逃学。逃学，我的母亲就叫人把我扛去学校。那个和尚来接啊，接到和尚手里的时候，我心里想，完蛋了，今天去了以后要被打了。我就拼命的用嘴啃他的那个戒疤，他戒疤一共六个嘛，六个戒疤被我啃掉了四个。哇！他也没有打我，他就把我父亲找来，老爷爷，你家里的儿子我管教不了，那请他退学。我是被啃被啃戒疤策略成功的。是，但也就是说，爷爷没有正式的去受这个学校的教育啊、对。但是现在可以这么厉害，走文学、那等于说您的中文或者是四书五经就自修了，是不是？自修的，完全是自修的，完全自己闭起门来读书。是，有一个比较不同别人的，因为我记忆力特佳。是这个什么书读一遍，比如说《水浒传》，我读过一遍以后，我就可以上台讲三个月的书。哇，记忆力超好。那136天罡、72地煞叫什么名字？什么别号？什么排行？什么官职？我如数家珍。这样，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梁山伯108家好汉在聚义厅聚义的时候，旁边多一个位置，就是我。109，因为我在里边。哦，这样子。你读书用心的话，你就用心去，就在里面进去。身体的记忆法就是把自己感觉像把他当成哥们去看待。那他的性格，他什么时候上山的，他遭遇到什么事情，就是巨细无遗的就好。对，就直接问他就好。如果凭这样的记忆力考我们当时的联考，我看就是榜首了。真的现在可能不及格。真的？为什么？为什么呢？你现在叫大学教授去考那个联考，那个憋鸡毛的题目，只有出题的人才懂。也对，也对，好。然后之后您就随着国军部队到台湾来了，那个时候就比较大了，也就是到了论及婚嫁的年龄，同时也有这个生活上面的压力哈。那您这个结婚以后呢，在21岁到27岁，你看刚好是6年，就接连生了6个孩子，怎么这么？就是这么安排的这么好，刚好一年一个，像中央印制厂的钞票还连号的，真的是一年一个，一年一个。为什么刚好密集在那个6年生小孩？因为那个时候增产报国嘛，那我们都生男孩多嘛，就是兵员呢，我家里供应的多嘛，我一个人退伍的话，我5个人要当兵嘛，这样子，所以6个都是男生啊，一个女生，一个女生，5个男生，哇。那现在应该都家里应该是蛮有趣的，现在这个应该都是儿孙满堂的，对不对？儿孙满堂，孙子曾孙都出来了。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打麻将不要找外边的咖，他自己的咖都够了，摆下来就满了，就满了，还有人做梦。做梦，然后儿子孙子一定都要输给你嘛，对不对？一定要你赢才是。对，而且当年啊，其实当年那个年代哦，就是一八口之家，爷爷怎么赚钱养家呢？都是靠写，真的吗？一直不断的写书，写书，一直写，一支笔，一支笔养全家八口。哇！因为你生下来一个，你就有养活他的责任，养活了还不算，有教育他的责任。对，是。所以一支笔就负担起全家八口，一直到他们出国留学。哇！出国哟，还出国留学哟。所以你看，一共写过多少书啊？啊，太多了！我现在我的书超过百部了。所以当时应该是在27岁之前用60多部，然后再养这家，可是到现在100多。所以你知道司马爷爷应该是搜写童话，对，有童话故事我读过，还有散文，有还有车，真的光碟片，对，有声书，有声书也有，对对对，對對對對對还有录制电视节目讲鬼故事也很多，对不 对, 對, 對？也很多电影等等，对对对，我们有听你讲过，您好像是有，您认为你有前世今生啊，因此您现在有一个机会，就是您绝不打领带，同时也不穿高领的衣服，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穿高领的衣服的人呢、啊，打领带的人呢、啊，是我觉得有外国的情味太浓的道理，要跟着人家欧洲的太洋化了，这样子啊。我这个中国的传统的服装啊，是古人一直都穿这个，我就穿这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领带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一个熟悉的北方民族的，尤其是俄罗斯民族的，他们说，以前俄国人呢、啊、大号以后没有纸叉，就是用一个粗的绳子，从这边挎着马走到那边，那边再走到这边，就擦干净了，就干净了，真的吗？最终没有。然后他原来的领带不是领带，是一根蒙古的绳子，是绳子扣在脖子上，代表你是俘虏。哦，俘虏这样子哦，他们后来就用布来扣在脖子上，比较好看一点。后来就慢慢的，他是被俘虏的那个标记。现在你打上领带，就是你是俘虏的。他能够刚拿下来。我现在是工作的俘虏。他是公司的俘虏了。公司的俘虏，对。现场还只有我唯一一个打领带。我们都是不。我们都对，都是自由人呐。自由。您都是自由人。司马爷讲的很准哦，很对。因为你现在来讲，我们女生送领带给男生的意义，真的就是要把它拴住，把你拴住。对。所以您从来不打领带。啊，我不打领带，不打是这个原因、啊。可是我家里还收藏了很多领带，是拿来上厕所用，是人家送给我的，用手工绣出来的，有龙有凤的领带。那哪个喜欢最高级的领带，我就把它送给他们。好，所以换句话说，等下节目下来，我这领带马上要拿下来。拿下来，我希望是一个自由人，就对了。对。好，那这个司马爷爷他的食与戒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他的饮食观，好不好？他不只吃一种东西哦，不同颜色的菜还要换着吃。蛮符合我们健康同学会的标准哦。是。只吃八分饱，你看真的蛮厉害的。然后爱吃的东西不过量，最爱吃韭菜。盒子，北方人嘛，哈，好，一个月吃一两次就满足了，也没有多吃哦，哈。然后饭少，蔬菜多，水果吃一点点，喜欢吃南瓜跟奇异果。然后少量多餐，饿了就吃。换言之呢，不一定要照三餐吃哦。然后多吃白肉，也就是鱼，但是不吃近海鱼跟河川鱼。等一下问问司马爷爷为什么。另外也吃鸡跟鹅，还有不吃维他命。所以换句话说，司马爷爷活到现在80多岁，感觉蛮像孔子说的，随心所欲，有没有？爱吃就吃，随心所欲，但是不逾矩哦，隐然好像有一种规则存在。那究竟这样子符不符合养生原则呢？广告回来之后告诉你。欢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学会。好，我们来看司马爷爷这个食与戒哈。隐然我觉得他的原则好像都蛮符合我们健康同学会的标准哦哈。那他最喜欢吃韭菜盒子，怡芳老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哈。韭菜是我们蛮常爱吃的这个蔬菜，但是也有人说韭菜不要吃多哈，这是为什么原因？韭菜究竟有什么样的营养呢？好，其实韭菜哈又被称为是起阳草，因为很多蔬菜其实都寒性，但是韭菜是蔬菜当中算比较不
是寒的，而是比较怎么讲，比较热性的蔬菜。哦、所以人家说为什么是说像也是女生不孕，为什么要吃韭菜？就是因为她子宫比较寒，所以因为韭菜比较热性的关系哈。哦。所以最主要其实也是因为它里面的一些所谓的芳香精油哈，算是比较热性。因为韭菜其实最多的营养素呢，我们从这边来看的话，应该它是所谓的维他命 A、贝塔胡萝卜素含量非常非常丰富。嗯。那其他的话呢，营养素其实钾离子也不少。那其实最主要是因为韭菜里面还有其他的所谓植化素，这个植化素才是我们健康的因素，而且它有一些像一些芳香精油的东西，那些才对我们身体有帮助。那维生素 A 如果多的话有什么好处呢？好，维生素 A 的话呢，它其实就可以让我们所以譬如说让我们整个肠胃道里面细胞黏膜更完整，然后维生素 A 其实对我们眼睛啦哈，还有那个除了对眼睛之外呢，它其实有个胰岛素的阻抗性会减少。譬如说像多吃维生素 A 的话呢，它比较不会血糖比较不。就是比较不容易得糖尿病，那而且韭菜呢，它本身糖分又低，所以如果说想要预防一些心血管疾病的话，韭菜其实是很好的。那韭菜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增加肠胃蠕动，肠胃蠕动，因为它纤维质很多，而且是属于不溶、可以预防大肠癌啊。对，而且它是属于那种不溶性的纤维质哈。那它除了可以促进肠胃蠕动之外呢，它能够降低血脂肪，它能够清肠的作用，因为它这个像韭菜里面纤维质，它能够帮我们，譬如说胆汁里面的胆固醇结合在一起排出体外。您的眼睛都很好吗？都很好啊，真的、啊，全部都是绿色的，对啊，超明亮，就是那种很明亮，对对，很有神，很有神，然后肠胃好，你看对肠胃好，降低血脂，是各方面。那韭菜比较偏向于我们像北方的东西，对哈、嗯。那我们常吃的一些面食，这些都是基本上都是主食哦。我们来问问同学好不好？这些面食哪一个热量比较低？因为基本上我觉得都是高热量的东西，对，看起来好像是油的。来，你看，也都是我们所爱吃的，应该是潘老师跟我都很爱吃。一韭菜盒子，就是啊、哦，对不对？一个呢，一个大概半个脸大吧，有130克，还有锅贴，我们这是算小份的啦，这五个好了。牛肉馅饼有没有？你看哈、哦，全部都是这个面食类，烧饼、油条，还有葱油饼，还有挂包，我们配了一个这个台湾小吃在里面哈，也算蛮像主食的、哦、对，好，这一共有6个，请问同学，你们认为这样比较起来，哪一个的热量啊，单纯算热量是比较低的？好，那它的单位呢，就是135个啊，90个，大约就是差不多一人份能够吃得饱的这个量，好量。好，素清选的是一，认为韭菜盒子，因为热量低，韭菜盒子，韭菜盒子，全部都选韭菜盒子、啊，因为我要相信爷爷的智慧，哦，这样子、哦，是不是？他很迅速的就在食物中找到最适合自己。可是他会不会把你引导到错误的方向？而且你要记得，刚刚爷爷说他很爱吃，可是他一个月爱吃可能只吃两次哦，吃过两次、哦、会有节制的哦。可是其他可能爷爷都不吃，他不是爱吃就一直吃哦。哦，这样子。我跟你讲，我也爱吃韭菜盒子，真的。而且我要跟爷爷分享一下，爷爷你知道吗？我去北京吃韭菜盒子、让我大开眼界。他们韭菜盒子跟我们不一样。它的面皮全是黄色的，黄色，全是黄色。我们韭菜盒会不会是玉米、啊？玉米做，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玉米面。而且它里面，像我们台湾韭菜盒子里面有粉丝啊什么的，它里面全是韭菜，吃起来特别的过瘾，就很满足。对，而且很大。我们有粉丝也很好啊，也很好。对，改良。可它那个是韭菜非常多，都是韭菜、啊，都是韭菜，然后皮是黄色的。我在北京吃的，我很喜欢吃，也是每天吃。了解。所以我觉得这个热量应该不高。所以你就从台湾吃到北京，你是每天吃，也是一个月一两。因为我没有吃过黄色的皮，所以我在那边我就天天吃。吃对啊、玉米面我没有吃过、来。可是我觉得韭菜盒子啊，因为我爸爸、他很喜欢吃，因为我爸94岁的高龄了，你知道吗？94。对，94岁，所以他一个礼拜将近要吃2次的韭菜盒子，而且一次他可以吃2个。为什么？因为韭菜盒子，我们不是说现在是油炸，我们都用烙的，干、没有油，就烙干烙的。那所以它里面除了韭菜之外，就刚刚你讲还有冬粉啦，然后还有蛋，还有虾皮，然后那个加上麻油调味料下去烙。我跟你讲，一个应该满分。真的、啊，真的不错、啊，对，老人家吃糖尿，而且他我知道他满分，但是我们讲的是热量。他热量蛮低，没有什么太多油。热量也满分。你有刚刚说，你有刚刚讲说他是麻油，而且用烙的。那你们都不考虑别的有没有热量比较少？你看这个没有包东西，会不会比较少呢？葱油饼有的人煎的好油啊，因为葱油饼还是通常这个比较小，不是？葱油饼我自己做过，真的要好吃，里面要加很多油，很多油，要油对不对？对，要让它层很多层，然后再盐，你的皮才会酥嘛，然后弄起来再盐葱油。我觉得。
以油来讲，每一个都很油。对，感觉上还蛮油。连这个油条都还是油条。油条，你们老师每次来都三大不吃，都是油条啊，谁敢吃油条？现在。好，那问专家。好，对，我们现在拿来问三位专家好了。好，那究竟他们认为觉得哪一个面食热量最低呢？对，热量最低呢？爷爷认为是哪一个？我觉得都差不多都很好，都算是答案真的是有相当热量的东西。好，那我们等一下。但是特别喜欢吃韭菜盒子的原因，是因为大诗人杜甫就喜欢吃韭菜盒子。啊，有什么有？他有一首诗，跟老友重新见面的时候，他写的：“夜雨剪春韭，尤其是春天初生的韭菜，那个香味。”他说：“新炊还降黄粱，还要弄两杯酒，老酒配着韭菜吃，还过瘾呢。”那不就是现在吗？对，刚好现在这个时节啊。对，现在春天是酒，春酒最好吃。对，不是喝酒的酒啊，是韭菜的酒。韭菜。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两位专家哈，帮我们看一下，他们认为是潘老师认为是葱油饼，然后怡芳老师认为做法不同有差异。真的，有的韭菜盒子很大。有的很小啊，会有差异。好，我们来看看官方版的，官方的答案，韭菜盒子如果130公克，大约300大卡啊。然后锅贴五个是450大卡，也蛮多的哦。牛肉馅饼才221大卡，牛肉馅饼少一点，因为牛肉馅饼比较小啊，真的比较小，大概它的一半吧哈。烧饼油条，哇，一份有415大卡哦，这么多。早上葱油饼来了，四分之一张就是一个圆的摊成，这个切成500大卡哎，哇！然后挂包340大卡，属于中间哈。潘老师来帮我们讲评一下，那这个可能真的是各家做法因人而异嘛。同样的韭菜盒子，有的油百多，有的油百少，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些主食呢？那司马爷爷是喜欢吃这个韭菜盒子，那是不是这里面选择它也不错？其实事实上来讲哈，就是刚刚这个谢一芳谢老师讲的那句话是对的，就是他的做法差距蛮大的。那你看各家做法不同的时候，他的油当然就不一样。你比如说以我们家烙的葱油饼，基本上是自己烙的。对。那我们不可，我们根本不可能照你们那种做法烙。油没白。没有，这油基本上很少，所以大概就有一点类似。那个油只是放下去，让它不能不要焦掉，不要焦不粘锅。对对对，了解。然后呢，因为葱油饼确实它的馅料少，所以你怎么讲，就是说如果你每一个面皮的做法都一样的情况之下，它绝对热量是最低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它没有这些料嘛，馅料是零嘛，对，对不对？那但是当然就是说，你如果说是做这个面皮是少油，做这个面皮变多油，那它当然就输了。所以那你比的时候，我们总是等于有一个基准点来比嘛。就假设你的面皮做法都一样的情况之下，那它是最低的。好，那你如果说像这个烤这个烧饼，你也不要小看这个烧饼，这个烧饼放到烤箱去烤的时候，它如果要出来能够酥脆的话，它是油是一定要很多的，真的。对对对，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干的东西进去烤的话，我跟你讲，保证出来是非常干燥的，就没有办法咬，是很干燥的。所以这个烧饼是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它要进去烤。它就必须要让它油多，那其他的话，如果说是干煎的时候，油其实可以不要那么多。但是可是你真正，你到真正现在你到市面上去看，你哪一个不是很油？你看那个这个，你刚刚讲说这个是900公克，因为对九十公克，因为大家对于这个数量它算不准，对啊，所以因此呢，确实是你是用量赢它，但是你如果以同样的量来讲。这个绝对是我跟你讲，热量也很高。这个我们曾经有过，就是说呢，你就是咬完之后那个那个买的那个盒子不是会滴油吗？对，你只要过一下子，它就变成一层白色的油在上面。啊，对，全部都是动物油嘛，对，都是动物油。所以在现在就是前一阵子不是还有很寒冷吗？对，吃下去过一下子，它就一层油在上面，那个不得了了。像我买，可是我跟你讲，你吃这种东西哈。你没有这个油还不好吃嘞，你这个油还要稍微吸一下才好吃啊。对，没错，没这个油不好吃的。潘老师，像这些主食哈，算主食了，都是我们所爱的。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我吃的非常少啊，你比如说，对，就因为这个每样东西都非常好吃，我给你保证非常好吃。你像韭菜盒子啊，我看到我也是流口水。而且韭菜盒子确实早餐到豆浆店，对，哎呀，好吃的不得了，对对，排队啊。对，我们家那边是排队的，很长的。很长的，那但是这个我大概我现在目前大概是
一年吃不到两次啊，这样子。因为我觉得第一要排队太多人，第二就是确实很油，所以比司马爷还要更少。不是，那司马爷如果自己做呢，另外一回事，那就另外。那这个也是非常油啊，这个我是基本上不太吃，真打锅贴不吃啊，不太吃。我觉得这个油更多，因为为什么？因为它的那个，对，它那个肉馅其实每一条都很少，可是真正它整个要煎的，那这个也是大概一年吃个一两次，一年吃个一两次。这个也是一年吃一两次，对对对对对，那这个稍微多一点，就是稍微多一点，因为自己烙，这个我们自己就会烙了，自己就会烙了。那这个呢，稍微多一点，这个稍微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很特别，这个在很多餐厅哈会上这道菜。有，来，怡芳老师补充，我们饮食要均衡哈，一定要全谷根茎类，还有蛋白质多的食物。是，基本上哈，像这一个都是营养均衡，我们只要加个青菜就够了。这个也是，这个叫营养均衡啊。哎，至少我们至少有稍微对全谷根茎类跟蛋白质是有两种的，我们只要加个青菜就 OK 的。是，这也是只要加个青菜就 OK 的。加对，那挂包也是加个青菜就 OK 的。可是呢，这两个都是淀粉类的东西，所以我们吃两个淀粉。对，没有别的。对对，它有葱啊。葱的话是蔬菜一点点，可是它是淀粉类，等于是没有蛋白质的东西。没有。所以我们光吃葱油饼，有时候会变成营养不均衡。所以营养不均。对，我们吃葱油饼最好里面还加点东西，可能会比较好。挂包还加香菜嘛？是。很少很少很少，对，可是那个补偿一下。对，如果是葱油饼的话，我们可以配一个小菜，譬如说凉拌黄瓜，其实都很好的。哦，要配。对，那基本上哈，像这是油的方式哈，像韭菜盒子一样。那这个算也营养均衡吗？因为它里面有蛋皮的关系，所以还 OK。那我建议大家吃韭菜盒子好吃的话，一定要像哈刚才瑞玲讲的，用炕的，用不要用煎的，因为干烙的话，那个烙的比较没有那么油，而且是最健康比较好。所以你看营养师的眼光跟我们看这些东西不一样，我们一看一定说难得吃一次，要破戒要大吃。营养师就是说还要搭配什么小黄瓜啦什么。那问一下司马爷爷，对，你也爱吃北方食物嘛？你除了韭菜盒子，你怎么看其他这些好吃的东西？这个好吃的东西都是我喜欢吃的，我轮流换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月吃两次，这个一个月吃两次，一个月吃两次，对，差不多都是这样，不断的在换，换哈，也在换哈，对，这个都是当做主食啊，那所以呢，其实你可能像我们大家，因为是北方人，所以从小可能就会喜欢吃这些。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司马爷爷很小的时候就聪明过人嘛，你看过目不忘啊等等，那这个有听他说过。他的前世呢，是在青楼里面的女子，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们进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告诉你。欢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学会。好，每次讲到这个前世今生呢，大家都会很好奇说，哎，到底有没有前世今生？那么医学上面有没有针对前世今生有做研究呢？有，但是目前还没有结论。因为如果有结论的话，那就很棒了，对不对？就知道了。但是呢，每个人都会想说，如果有前世今生的话，那我的上辈子是什么呢？以及我的下辈子是什么呢？因此，不断的有一些很有趣的故事发生，比如说小男生。好，很小很小的时候，他就会记忆说前世是什么。好，等一下我们会讲这个故事。那司马爷爷呢？我们这个读您的这个著作，或者是有访问您的资料，说您的前世是一个女子啊。对，而且是出生的时候是青楼女子，对对不对？是童养媳，童养媳，那是怎么样？你怎么会知道您是童养媳呢？童养媳啊，我记得的前世我是童养媳嘛。我住在沿河的边上。那个河边上啊，都是沙土嘛。沙土砌起来的猪圈。那个是很松浮的。雷电交加的雷雨啊，一打，那个猪圈就破了，破了小猪都游下河去死掉了。所以那个老婆婆就打我，骂我。我就不服气，因为你这个土质的关系，也不是我的关系，我年纪又小，又没有力气，那个又不会游水把猪救上来，所以就上吊死了。可是你这件事情是后来，比如说有些人是说什么做梦想到还是什么？你是梦想到的吗？还是从小就知道？就知道。我生下来以后第一句话说：哇，我的手怎么那么小？所以你记得你是大人，然后看到现在手变小了，因为被人家一推下来就变成一个小男孩，我怎么知道？
就变成我的手怎么那么小。所以你那时候是几个月？九个月的时候。不是九个月，我生下来第一天，第一天就会讲话，婴儿就讲话了。那你的爸爸妈妈或是邻居，他们说妖怪要打死，我就不敢讲了。哦，怕你是妖，他们说你是妖怪。到九个月，人家抱我在桌子上啊，我才侃侃而谈，我怎么从一路从十殿阎罗那里过来的啊？真的？你去过阎罗殿？一殿秦广王，二殿楚江王，三殿四殿五殿是什么阎罗王？你知道？所以你真的有经历过那些？你自己印象当中哦？印象当中，我能够。在九个月去讲这些东西，什么人教我的？对，也是有九个月呀。他们跟我讲，那他们十殿阎王各是什么样子？我们其实蛮好奇的。不能就再讲详细的。我长大了以后，四岁以后，我就绝口不提。不要去那个。为什么呢？你不要用这个灵异的东西来惊骇世人。是要有正面的效果。就是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农民的子弟。我父亲会读几本诗书。非常文雅。他又是能文能武的一个人。然后我就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里边长大。然后遇到抗战就没有办法读书，然后就认字，学会认字。我学认字的过程很简单。因为我会抓萤火虫啊。我一个字像一只萤火虫，我每天晚上可以抓一堆萤火虫啊。我一天能认十个字的话，360天，一年我就能3600个字啊。对，我认3年就10000个字嘛。哦，累积的。可是那我们很好奇哈，就是说您讲。肚子里面有这么多鬼故事嘛，对不对？那你自己亲身经历，有真的有看到过鬼吗？他是这样的，开始怕鬼，后来啊，就是我原来写稿是没有写鬼故事的，后来人家说你讲的很多精彩的这些故事啊，能不能够再讲啊？以前中广你如果做广告有一个鬼字就。广告退掉，不做的，是，后来等到我来开始以后，就鬼学大兴了，午夜奇谈节目，然后我就靠卖鬼赚钱，哦，这样子，人家说你是现代的钟馗，我跟钟馗来比的话，他还不如我厉害，因为钟馗是吃鬼的，你能吃多少嘛？油炸鬼嘛。对啊，你就吃几个就饱了嘛。我这个来一个我卖一个嘛，对不对？我的小孩能够上学就是靠我故事嘛。是。可是我的故事是挑选的，万中取一。对。为什么呢？挑选一系对儿童有教育性的故事。是。那你今天要不要挑选一个？挑选一个，让我听听看。对。我们有没有跟健康有关的？举一个例故事。说以前的木匠呢，木匠给人家打棺材，不是在家里打好了，你在棺材店嘛，你到棺材店里边去买，人家准备了很多的劲木啊，还是好的木材啊，是收在家里的，请一个好的师傅去打，有时候是50公里，比如说你住在台北啊，桃园请你去打，那你就背着一个行囊啊，背着工具袋啊，就去人家家里住，住一个月，把棺材打好了、砌好了，然后人家给你工资，然后你再回家。他一年如果能够给有钱人家打3口棺材，他一年的吃活都没问题。所以那个工匠呢，哎，可以给一个老太太打了一口很漂亮的那个福禄那个财啊，寿财啊。回家的路很远啊，几十公里。那时候有没有单车啊？有没有什么东西啊？有没有灯笼也不能提的那么远啊。他怎么办呢？他就走啊走着，又下雨了。哎呀，又冷又湿又饿。他看远远的树林那边有一点微微的灯光。哎，他说那边有人家了，就去了。去了一看，是一个广场。广场的边缘就是那小镇的边缘有一个小店，哎，有招牌，那个就是像小客栈一样的，就是他就敲门，一个穿黑衣服的女生就像你那样出来了，长头发，头发出来了以后，眯起眼睛来看，
怎么了？我浑身被雨打湿了，想投宿在你们这个店铺里边。说我们的客房都满了呀，只有那个灶房，有刚才来的三个客人，他们在灶房睡在那个烧锅的那个草上啊，在那边，你就去睡觉，不要你房租，明天天亮你再走，把衣服拧干，啊，灶房还蛮暖和的，可是，一去灶房。结果有三个人跳起来了，说三缺一，三缺一，把那个小这个小桌子端过来了，麻将倒下来，说现在四个人正好打麻将，就打了，打的那个这个木匠呢，他对准最后一个房间有蓝布的门帘挡起来的，里面还有灯亮，雨啊还在哗哗的下，他就看到一个女人在梳头。一般女人晚上不能梳头的，真的哈。晚上梳头鬼会来，是禁忌。晚上梳头鬼会来。现在梳一下没有。结果梳啊梳的，老是梳不好。那个女生呢，嗨的一声就把头搬下来，再梳。这个什么东西啊？那个木匠呢，一吓得要撂裤子，就说：“哎呀，我要去小号。”他说：“你不要怕嘛，怕什么东西？”他说：“那个房子里有鬼呀。”那三个人说：“有鬼？我怎么不感觉到有鬼啊？”他说：“什么样叫有鬼？”问那个木匠，木匠说：“他梳头，把头搬下来梳哎。”他有鬼啊，他是鬼啊，啊！三个人说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头痛半夜了，2万8000照打不误啊！他一下吓得拎着裤子就朝外跑，跑到中间的时候，有一个老先生在那里吹火，有一种把一个竹子那么长的，把中间空那个节子打断了，叫吹火棒子，对，是，呼吹那个火。他就拍着那个老头子说：“老爷爷，不要吹了，后边一屋子都是鬼呀。”那个老头说：“什么样就叫鬼呀？”他说：“他们一个个都能够把头搬下来。”那个老头子头倒没有搬下来，他把这个头一转了，前面朝后面说：“我怎么样？”那个木匠就绝望了，扒了这个。门栓呐，就朝外跑，看看有灯亮了，广场上还有家没睡觉的，还在灯亮呢，雨还在下着呢。结果他说不好喽，这边有个鬼屋哦，一屋子都是鬼哦。结果灯不亮了，人家那个时候是打火把的，拿那个葵花，就是向日葵的棒子，浇上桐油，啊，然后点亮了，风雨都打不熄的那个葵火棒子，打了葵火棒子都跑出来了，说什么样就是鬼啊，什么样就是鬼啊，是不是啊？这是哪里有鬼啊？结果有一个小鬼啊，就打了个木匠一下，木匠说，就是他们。会把头搬下来耶，就是鬼呀、大家一听呐、头搬下来就是鬼，那我们都是鬼了。我的头搬给你呀、大风吹了，把大风吹了，你的头给我，我的头给他，乱抛一阵呢，乱带一个头。结果那小鬼说：“哎，你也抛一下，折下来玩玩嘛。”那个木匠说：“我的头是不能折下来的。”小鬼一下朝一跳说：“大家快跑啊！他的头不能折下来，他才是鬼。”哦，好听，这个有什么道理要讲这个故事呢？就是说你是大学毕业的，你是博士生，你考到一个大的企业公司去，你鼻孔超人，自以为是。你不把人当人看
人家也不把你当人看，你就变成孤魂野鬼嘛。对，所以一个人行政要亲民，是不是啊？你到一个地方去，你要落群，对不对？你如果没有落群之心，瞧不起别人，人家把你看成一个怪人，你就是孤魂野鬼嘛。没错。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爷爷的鬼故事呢，还有警示意味哦。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存在的呢，搞不好不是人间，是爷爷也说，就是说鬼域。爷爷的意思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人很怕鬼，鬼也很怕人。对呀、啊，这就是为什么到现在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没有看到鬼的原因，因为他们很怕我们。对对对，起来了。对，好。鬼啊、那爷爷除了很会讲鬼故事，哈，很会讲鬼故事以外呢，其实呢，他的这个人生呢，常常运动，哈，在饮食方面我们刚刚看过了，换句话说他的运动生活是很规律的，同时调息还会打坐，平常有打坐，另外还有练习那个甩手，对不对？是边走路边甩手还是怎么样？还是分开来做？我走路就是走路，走路一定会甩手嘛，对，不能这条路的僵尸走路才不甩手啊。对，没办法，僵尸又跳，那鬼的方法在那走，就只是这样子。好，那这个您走路是怎么样呢？您刚刚前面有讲过，日走3.5万步，这真的是蛮多的哦，好厉害。然后花费2.5小时，好，2.5小时，路径是从文山区，台北市文山区到信义区，再到松山区，再回到文山区，还顺便买个菜，再顺便买个菜。好，光寄信有的时候就走三公里哦。那方法是快走，换句话说，您走得很快，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想事情随身带计步器，那唯有台风大雷雨的时候不能走出去。换句话说，下雨像这几天应该也是有走的。那前一阵子有又欢，怕得狂犬病，所以随身还带着棍子啊。对，哦，这样子，真的有看到又欢吗？因为我小时候狂犬病了，每一年都很普遍。哦，死在狂犬病里边的人，包括我的亲属，我的家里初中的兄弟。他死的时候，他恐水症嘛，他见人要咬你，咬你一口你就得狂犬病，对，所以就被拘禁在那里，很恐怖的事情。所以你也看过哈，我看过太恐怖的这个狂犬病死亡的例子，没错。所以我们就觉得在台湾的话，对狂犬病的防治不可以掉以轻心。对，这倒是真的。对啊，这我也是我们本来没想到说，台湾的这个又欢呢，以及好多东西，还有狂犬病，对，我们大家真的要走路的时候要小心啊，尤其到了这个山区的时候。山区的时候，因为爷住在山上了。对对对。那司马爷还有什么样的长寿秘诀呢？我们进广告。广告回来就告诉你。欢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学会。我们真希望我们老来呢能够像这个司马爷爷这么乐观，对不对？对。他建议我们呢长寿的秘诀要什么？要笑看人生。好，就是一笑置之，自己要会讲笑话，看笑话，听笑话，什么都当笑话。对。然后手心要向下，也就是不要求人，好，凡事不求人，这很重要。然后不要跟人家比较，少交友，热闹的地方不要去太多，要没有欲望，不抱怨，不后悔。最后这句很重要，唯一吃的维他命叫做快乐。哇，就是要吃快乐的维他命。是。爷爷有没有要这个？跟我们补充一下。给我们补充一下，快乐的维他命，让自己快乐，快乐就是维他命。可是现在压力很大，生活压力这么大，怎么快乐？你就讲笑话、听笑话、看笑话，就每天告诉自己要讲一个笑话，这样每天都要讲一个笑话。你像比如说像蒋家的人，是不是啊？什么文武啊、勇啊、慈啊、爱啊，都是都好名字。